杭州南站在哪里？杭州南站位于我国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站前路一号，始建于1931年6月，原名萧山站。1992年6月，在县址新建了萧山站的新站房。2010年1月1日，萧山站更名为杭州南站。2013年7月，随着杭州东站启用，杭州南站进入改建阶段，暂不办理旅客运输业务。2020年7月1日，杭州南站开通运营，站房建筑面积约为 22.2万平方米，站场为7台21线。新杭州南站成为集铁路、地铁和城市公共汽车交通、出租车及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客运交通枢纽，将分担杭州东站、杭州站部分旅客列车的停靠办客业务，有效疏解杭州枢纽客运压力。